Cool. And then you apologize. I'm talking about not wanting to go to try and all that kind of thing. Right. I won't do that. I'll be back. 这应该是在庆祝独立日吧。 当时我是文科生嘛，然后要每个班有多少个人参加比赛，然后，实在是必须得去参加了，要不然我们班人数都不够了。当时我是倒数第二个跑回来，因为跑不动了我就走，走一会儿跑一会儿。 这是唯一的一次跑马拉松，之后再也没跑过，只能看别人跑马拉松。对，这实在是没有运动细胞。 臣妾做不到，这里边走的人也不少，乱乱乱，乱乱乱。